任时代变化再快，你想永远引领将来，就是妄想。承受重复、简单、机械，这是日常。哪双手不这样？哪双手不这样？承受重复、简单、机械，这是妄想。打破边界，为创造精疲力竭，这是日常。我们以翘首之名，瞩目奇迹，超越庸常。莫斯利安翘首神探。欢迎来到翘首之城。哇，有点蒸汽之城的意思。你们会要甄别出四个蜡像、四种分子料理、自建微缩作品。太震撼了！哇塞！哎呦！哎呀，好恐怖啊！越近越像。太了不起了。最小的小地形是1.98厘米，破了3次吉尼斯纪录。在我心里来讲，他是个神人。哇，这太难猜了！这节目高低我是晕头转向。哎，您哎，像。各位老师，打扰了。赛吧。特别要提醒的是，在每一个房间都隐藏着一位卧底神探。这个房间你就是主人，想办法让这些东西不被甄别出来。哦，这个绝对是。你们再观察观察。哎，你怎么脸那么红啊？我为什么这么紧张呢？被你问的我。我明明想直行，为什么让我左转左转再左转？这就是个圈呐！你这无中生有。没想到吧？正中我的圈套。这个举动太过分了，我觉得。世界特别复杂，虽然你现在还小。被甄别的最少的那一位翘首可以获得本期的最佳翘首。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全缩版只能放在显微镜下给大家看，一般专业人士都认不出来，你们可能很难猜出。这个蜡像作品把我先生都骗到了，好厉害！蜡像。